大家好，我叫周润，今天是来参加优和植发的一个植发模特。我自己对我的发际线，关于额角这一方面，因为我空缺比较明显嘛，觉得不是很美观，有时候把刘海撸上去也不是很自信，所以我想通过一个这样的植发手术，让自己变得更加美观，更加自信一点。谢谢。大家好，今天是我植发的第2.5个月左右了吧，然后刚洗了一个头，整体感觉很不错，身边的朋友都讲我植了发之后整个脸都变小很多，非常满意，很自然哦，也看不出有植发的痕迹，开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我植发的第6个月了，然后可以看一下我现在这个发型的话，是我日常生活当中也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发型，因为自从植到发之后，刘海留上去的话，整体会比较有自信一点，而且这样的话也会比较好打理一点，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了，说实话。然后我新长出来的头发的话，可以看一下，大概有最长的话应该有10厘米左右了。然后6个月长得这么长的话，我个人还比较满意的。整体状态的话，就这样，很不错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我植发的第7个月啦。话不多说，直接看效果。还不错吧，我个人还是很满意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我植发的第10个月啦。然后我现在这个状态其实很难看得出我是有植过发的，对吧？给大家近看一下，就我前面这一块是我自己就是植发后长出来的头发，已经不这么长了。然后优腻拔还是依旧的很牢固，很服帖。整体状态也就很满意，没有出现过任何异常的一个状况。总之，想要通过植发去改善自己的一个整体美观，或者说改善脱发这种情况，还是选择植发还是很值得的。